这个同学问的，尽虚空变法界是一个共同体，变现而来。那么诸佛如来实际也是一个佛性，这种体悟是否正确？正确的。一切诸佛如来就是自己自信性德变现的。啊，所以佛法中跟你说啊，西方世界自信弥陀，唯心净土啊。啊，自信弥陀变虚空法界，唯心净土也变虚空法界，所以才跟你讲，生则决定生，去则是不去，就是这个道理。